哎呀，家里面乱七八糟的东西太多了。对了，看到有很多粉丝想要我的这些烟卡呀，有没有人想要的？如果没人要，我也会把这些全部扔到垃圾桶里面去了，因为我现在不玩烟卡了。家里面拍摄的东西真的是堆了太多太多了，这是我之前拆的教科书惊喜盲袋，也还剩了那么多，到时候也是送给粉丝吧。还有这些黑钻四弹，还有那么多没拆，到时候我也是送点给粉丝吧。这口袋里是什么呀？哦，是那种伸缩的萝卜剑吧，这种有没有人喜欢的？这些东西买来以后放在这里我都忘记了。你们看，重量级的，你们看，我这里还有一大箱黄金版。黄金版刚出来的时候挺火的，现在也不火了，我也好久没拆黄金版了。家里面什么不多，就是卡牌多，你们想不想来我家玩啊？欢迎欢迎。那最近呢，还是收到了很多小伙伴的私信呀，问我还缺不缺弟弟和小侄子。那么这个问题呢，啊，你们最好是先去问一下你们爸爸妈妈啊，好吧。那今天更新这条视频的原因呢，在这里呢要给大家说一下，可能未来几天我更新视频比较慢，请大家不要介意啊。然后还有一个是，就是我现在已经不玩烟卡了，我也准备把这些烟卡全部送人了。